哦，这样这么近。小回家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，小看到你这么多人。进去，还要回去，啊，抓紧工作，啊，抓紧。哎呀，今早的屁股没照到脸，他妈腰抽筋。哦。小人发现了，他的牙齿很尖，是吧？所以他的牙齿可以给现在给那些狗和那个都差不多的。他前面的牙齿，所以他在咀嚼的东西、东西的时候，就是很轻松。他的牙齿是很凶猛的，所以其他的本性是很凶猛的。是的。就是长得有点卖萌一些。对，他把黑牙齿吃掉了，就是。就是他的那个。为什么他那个手上长好，他根本没吃，就是没长好。他的晚饭是吧？是他的晚饭是什么？早餐。午饭。下午茶。下午茶。你要喝杯水，要倒杯水。二零六。吃的是津津有味，这。
他还是比较节约，他们不浪费。是啊，掉在肚皮上还能吃的全部挖吃了。Thank you.